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阿刚。今天带上82年的火钳来到小河边抓三螃蟹。一般三螃蟹的话就喜欢躲藏在石头上面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乌龟，你们看，哇，这里又发现了一个乌龟。这小河里面的乌龟还挺多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抓到三螃蟹啊？小时候最喜欢抓三螃蟹了。哇，这前面又发现了一个乌龟，这个乌龟在这里晒太阳，你们看。这个乌龟好漂亮啊，真好看。哇，这前面又发现了一个，这是一个花龟，你们看，这是只白玉花龟。我去，这里又发现了一只。小河里面的乌龟也太多了吧，你们看，好多小乌龟啊。我们继续往前面寻找，看一下还有没有。我们把这些石头给扒拉开。哎呦，这里发现一条鱼搁浅在这里了，你们看，这是条蛇鱼，也叫黑鱼。我去，哇，这里发现了两个螃蟹。哇，这是哪个熊孩子丢的玩具啊？我去，这么多！哇，这里又发现一条鱼搁浅在这里了，这鱼也太多了吧！喜欢户外的朋友们，对着屏幕点点小红心，我们马上开启直播，在这里给大家直播抓甲鱼、抓乌龟、抓螃蟹，太多了！点我头像看我直播，正在直播中。哇，这个大乌龟好大，应该有个3-4斤，太大了。